原来台湾可以这么玩。点名台南九份101，日本人来台湾必游的景点，美食小吃也没少。连伴手礼也介绍，这个影片叫《我们在台湾见吧》。画面中的超卡哇伊女孩是道道弟弟的台湾人，她说常被日本朋友询问台湾观光景点问题，才想写成一首歌。台湾人情味浓，连在地人习惯都提醒，唱唱跳跳，音乐主唱及制作者都是他自己。影片4天超过50,000人观看，连旅日棒球明星杨代刚都说赞，行销台湾，可爱台湾女孩初级超厉害。